登到六星才找到这个冠状病毒，任务跟没有一样。哇，操嘞！啊，你的操作也跟没有一样，基本上都是在挂网，你就知道李诺这角色多强。我靠，又在录抖音呢、啊！猫咪还排在，干有哎、欸，猫咪排在李诺前面，老鼠王也排在那个这两个人前面，干好奇怪、喔，这个版本他都在乱排，对不对？你的实力看那东西要干嘛、啊？赶快的，李诺点了啦。那我的实力就是选猫咪啊，稳中稳啊。干他妈，昨天你他妈看到猫咪还在哭嘞，那怎么又是这个烂角？他妈现在看到胜率表，哎、欸，猫咪稳中稳，去你妈的！哎、欸，可是猫咪强好像是因为护甲的关系耶、欸，李诺烂好像是。好像是会看那个种族跟那个。李诺烂是有一些人瞎玩，你的实力万分好手，点吃点吃点了就吃。那这把李诺没什么道理不出神山啊？当然啊，速神山，然后拼啊，拼大眼跟那个附魔龙加三二啊。OK， 吃了，吃了，又吃了。啊，没有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？没有就找啊。对吧？不是没有怎么办？玩战场玩一两年了，还没有怎么办？每一场都嘛没有，没有怎么办？哦呦，他已经选好一个那个了，顶中顶的任务了。你看，偷来的黄金，干有他已经有一个好任务了。可是这把没、啊，这把有别的，这把就只能恶魔穿血龙。好了，就要去死了。有龙就很强了，他的附魔龙就无敌了。是他有龙很强，你有龙更强啊！不要开玩笑了啦。不是我有龙，要看我的任务是什么。如果是两个零五的话，好像要接两个那个二星的那个龙。你说两个零五？嗯，那两个龙，因为那两个龙户口只要出龙或者出马尾，那个都太强了。不得不说、欸，你讲这个你跟瞎了一样。但场上你说零五跟马尾，但场上一只都没有，你在 A 什么？靠腰。我说如果有，场上他妈全部都一星龙，哎呦。鬼开，哎呦还行，有什么东西？召唤十八龙类，完蛋，基本上可以掉了。但开这三个真的可以掉了，好烂。你是选哪一个？我选第一个。第二个跟第一个没有差很多，两个都是差不多。不知道二跟一哪个比较好。好，这样快解完了。这个三二龙会加自己吗？干，我没有自己抓过。不会，另一个。敢只能赌点要卡尔加合金卡了，敢命这么高！哦，你还可以抓成这样，你好有料嘞！好了，他那个武士不要撞到我飞刀手，我这边就蛮有机会的。不得不说，鬼姐任务好爽。哇靠，还真的合起来了！真假？真的。啊，合起来要干嘛？合起来是想要点什么、啊？那就下回再碰啊。你说升级挂机啊？对啊，刚好他是太师啊，你碰了你也丢不出来，合理吧？就靠你东西。叫飞刀手一直开始闪。飞刀真的有，我靠，开满了！我靠，你好屌，你好帅、啊！
我比较想要抓监督者，因为我这个可以帮忙加加。大炮仔，我现在这个阵要干嘛？就是在这边一直挂着等吃啊。当然，强啊，可以去跟 Vivi 传你爱的喜讯。是毒鱼，感觉好像很顶，不知道他语言多大，因为他刚打输那个大，他刚刚打输那个大爷。哎、欸，发财！这把好像有机会，有机会快玩到他妈吃鸡了。来一把，这把、啊、你还在这一把，你还没输啊？不是，我刚1.2%把那个太师送走了。干，太扯了吧！我太帅喽！升到六星才找到这个冠状病毒，任务跟没有一样。哇操嘞！啊，你的操作也跟没有一样，基本上都是在挂网，你就知道李诺这角色多强。好像不是林墨这个角色强，是这个扁大眼娃配这个姿势，干那个吃起来很舒服。不是，那也是你天生技有点金蝙蝠啊，不然你现在早就在武汉抓蝙蝠了。没有，你知道是吧？赢在哪吗？赢在他妈有抓那个卡的家，靠腰，我们是碰卡的家，不然没碰卡赢走了。那倒确实，干这把速生三差还买单呢。他直接跳电了，为什么？怕你了啦、啊！没毒打吗，小菜鸟？不要再问这些鸡巴问题了。看一下上面的胜率表，100-0，没毒打吗？讲一些小鸡巴话。我怎么知道他长这样？100-0，他妈进去的时候你早就看到了，没毒打吗？哎呦，我怎么不玩一下？靠北靠步。哦，我现在要干嘛？你现在要干嘛？点支烟，看一下槟榔店开了没？根本你
根本没有事情做得了，你没有任何一个，你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动。我除了把这个大眼娃跟这个二祖兽还有鬼母凑成队，让他们变强一点点以外，干我已经没事情做了。可以合卡了，可以合卡了，好帅！有了，可以合卡了。变强了，变强一点点。五口又在录抖音了，扎扎实实的一把，说明打得好，没错吧，宝仔？这把赢在哪？只能说终归它还是一个选英雄游戏，选得好啊！你是说，然后恶魔也留得好，留这个鬼族技能挡拆，对不对？然后配合天机，每一回一直在提升，完全是营造着点睛这个概念在营运的场面。打得太好，给自己一个掌声，吃鸡，精彩！你这把任务跟没选一样，太好喽！打了一整天，终于加分了。